大家好，我这里刚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从奥德萨坐大巴过来的话大概6个小时。这里是市中心的广场，后面的话有一个红色的建筑，我之前以为是政府大楼，没想到这边是国立的一个大学。大家好，这里的话是基辅市中心，在建在山上的一个18世纪巴洛克风格的东正教堂，这个颜色特别漂亮，而且上面细节真的很壮观，从那边山顶上面可以俯瞰整个老城。这里身后的话是 St. Michael's 金顶修道院啊，东正教在基辅市中心。这里基辅的城市发展很有意思，它整个城市的建设的话跟美国完全相反，大部分地方的话都有好多的公共的空间，而那边不是说每一寸土地全部都要把它私有化。到了基辅之后发现这里的整个不是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是一样的发展模式，幸亏有它的多样性，所以说它可以给大家更多的选择，选择自己喜欢的城市。基辅的公共空间我还是相当喜欢，大家可以看一下，小孩在广场上面玩。